哎，一大早就在山上遇到云海保证班班主任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哦，哇！哈哈哈！更较紧的云海要散哦，舞半步今仔可能无要徛哦。啊，阿伯，阿伯先欣赏云海要散。安尼，今天去哪里啊？水头古山。哎，等来。我的手头啥无着。免啦。水头古山成功，耶！有点运动，但是森林展望、没有，下面的樱花应该会比较美。你看怎么用啦？一条，刘老师。哦，怎么他们是用？我好险，我在吃香蕉，我刚刚差点。不是啊，你要先喊一下老板。我刚刚差点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现在越来越厉害了哦。对。还会知道看下呢，吼哦。四条啊，你几条？你那六条。一条啊，你嘞？你几条？你讲我清楚哦。你吃几条？你家己比，你家己比，你来比，无嘛？迄个食六条，你食六条，六条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六条。我第一次骑那个门马罗，我晚上睡觉梦到我这两只在抽筋哎，其实用一只食指按刹车就可以了哦。